时隔两年，霹雳子基志工恢复举办实体岁末发放，邀请16户照顾户前来太平联络处接受慈济的祝福，温馨迎接新一年的到来。岁末发放场外，仁义会志工向照顾户推广素食，也帮他们免费健检，守护健康，守护爱。师姐有鼓励我们，我们平时我们都会有尽量了，我们的餐也是很简单，很简单，清淡的这样吃咯。三餐都有，自己早餐就好像比较卖大一卖这样泡来喝咯。来到场内，志工表演新春手语，并献上结缘品，与照顾户的好姻缘不间断。我感谢慈济他们的大爱融入了我们，然后让我跟我妈妈觉得人间还有一点温情，所以还能过好每一天的生活，然后才能振作起来。岁末发放也祈祷作为结束，众人以虔诚的心祈愿接下来的一年社会祥和，天下无灾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刘巧思、黄凯顺，马来西亚报道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